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 Sn 哈是等于这个级数了，啊，刚好是等于11分之21，那么它问这个 n 应该是等于多少？我就把它的一般项哈拿出来讨论，它一般项哈是多少呢？是一，它是一加二加三，一直加到呢这个 k 啦啊，加到 k， 我这 an 嘛。哦，这是 A1 A2 A3 这 AK 它是 AN 啊。好啊，这个哈、哦，我可以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这是二分之 KK 加一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 K 乘以 K 加一分之二。啊，这个可以拆开，哦，这个是等于 DK 项 AK， 这拆开以后的话哈、哦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二抽出来啊，然后这个是 k 分之一减掉 k 加一分之一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以后呢，那我就晓得哈、啊，这个这是一般项嘛，也就 Sn 哈、啊，是等于 k 等于一到 n ak 啦。好，那我就把它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就等于两倍的哈、啊。西格玛 k 等于1到 n， 那这 k 分之一哈，减掉 k 加一分之一啊，啊这个哈展开来可以对消了。我们看哦，第一项的话 k 等于一嘛，这一分之一减掉二分之一。第二项 k 带二，哦就是二分之一减掉三分之一，我一直加。加到最后一项，最后一项 k 带 n 嘛 ，n 分之一减掉 n 加一分之一啊，那这可以前后对消，前后对消，通通对消了，所以剩下多少二，那这是一减掉 n 加一分之一啊，好，那这二乘以多少呢 ？n 加一分之 n 加一减一是 n， 好，现在他说这个是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11分之21啊，那这样我就可以求出 n 了，我就给它交叉相乘，好 ,22n 啊、哦、等于 21n 加上21嘛，所以 n 等于多少 ?n 就等于21啊，移过去 ,22 减21等于21啊，所以 n 是等于21。